今天要做什么料理？面肠炒榨菜。好，放油，再放个面肠，这是手撕的面肠，比刀切的好吃，把它点成都金黄色，先把它干煸一下，变金黄。现在面肠炒成金黄色，然后我们就加姜丝跟辣椒下去拌，拌炒。再加榨菜，加点酱油，因为我们榨菜有咸度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加点糖，再加一点点水，可以了，转成盘。面肠炒榨菜完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料理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。